兄弟们，晚上好。Yes. Oh yeah. 可以可以。开局拧声。很久了。蓝色。蓝色蓝色来哎来哎。来了。干他妈的冲啊！我他妈怎么被秒了？我只有两个人了，我记得只有两个人。你别上了，真的，求你别上了。嘿嘿，不爱。这什么脑残走位？好玩。A 出了。啊！短枪死点。残血、啊、我在干嘛、啊、花园这个在上面 Easy clutch 耶好两个一起走了可以进去Surprise, motherfucker! Oh! Hello, 来 A 呀！纳尼？俺は人間をやめるぞ。KOB、纯纯大跌就是。啊。可以死里逃生，队友帮我解决掉了他，那也不干拉了，现在要出来了。窗右窗户右边一个哎呀我是个死人了啊虽然你的位置不好下但是我还是要架摁架开心点管下一个你加速我啊现在放人杀人了 Hello motherfucker 外地厅有一个右手经典我走今天的节奏不对我丢的这个我崩溃了我的 Inferno 秒台我做错了是你喜欢的 Inferno 我才不是二次元这个人 ID 叫我才不是二次元他头像一定是纸片人哦，他说我不是二次元那他肯定头像是二次元不用说了真正的二次元不会说自己是二次元当然也不会强调自己不是二次元我不是二次元啊哈哈哈哈哎好 gay 操 yeah, roger that 他就是啊我受不了了哇哇哇操什么我直接给个光速的窗户烟我他妈直接暂停 Hello 都准备丢了直接暂停 笑死Can't touch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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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my, my.
啊，等一下，等一下。打打打打打打！掉了。你确定的？叉车死了，爆点。哇！哇、哦，好补枪。Hello, motherfucker. Easy. 哇，这我。这能给我把人杀完？来了，这个。没狙啊！干拉啊！干拉啊！干拉干拉干拉 ！Yes！ 哎，干拉 ！A 有吗？哎呀，我操！那么今天来给各位安利一款最近卖的还不错的鼠标 Rocket Comb Pro Air， 也是我在视频中使用的鼠标，定位的用户群是中大手用户。那现在来介绍一下这款鼠标的特性。这款鼠标是专为右手设计的人体工学鼠标，底盘挺大的，并且采用的是大脚贴设计。底盘大脚贴大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只要你的鼠标垫不是特别涩的话，你对于鼠标的控制也就会比较稳定，对于你的定位和控枪都蛮有帮助的。然后连接模式支持连线、无线和蓝牙，根据需求可以随意切换，挺方便的。下边还有个无线接收器收纳口，收纳非常省事。上边的按钮就是用来切换配置文件的，这里就不细讲了。鼠标模具表面的涂层手感还是挺赞的，不管你是不是汗手，这款鼠标都会给你带来不错的手感。大拇指的凹槽区也比较平滑，握着也很舒服。还有按键盖附近的 RGB 灯光，这点还挺戳我的，不像先前用过的 GPW 和赛睿的 RGB 灯会被手掌完全挡住。如果你不喜欢灯光的话，还可以通过驱动程序直接关掉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上去这么大的鼠标它只有75克，所以我对这款鼠标的评价还是高于 GPW 的，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试试看。